谁歪别你别说。好好好，谢谢老师，感谢感谢。好，还有问题无？到机会啊，无咱改变合照啊，好，是不是上路费上路费？最后一个哦。请教教授哈，咱讲台湾哈，开头咧问讲这台江，台江呀，它在称呼大小的大，圆形的圆，台湾。不一定啊，像台湾这个台嘛有嘛，啊圆，台湾。园林的园嘛，园外的园嘛，就写这么写嘛，有像台湾湾、台河湾、台河湾，都是那个音。啊，我的问题是讲，迄个所在摊在爆发的是一个真大的海湾嘛？是毋是甲这大海湾有关系？这就是迄个王家。啊，照讲咧，叫做大湾啊，再叫做大湾。哎，这是咧思考。这是迄个。大湾哈，大湾这个。这就是迄个王家音的理论。咱普通是拢讲迄台湾是微博做发音嘛，啊王先生讲唔是，讲迄是足大个湾，啊确实咧是足大个湾，啊所以吼汉人讲这是一个大湾，啊即嘛啊然后微博做出来，俄人讲大湾，啊即嘛他各位微博做音，他搁再变成台湾，啊我即嘛讲个无唔对，就是讲汉人来伊不会用文音，他袂用文音发。你若讲足大湾是大湾尔，啊大湾你无可能叫做台湾嘛，因为讲话中袂用文音拍啦。啊，这就是我感觉讲，我不接受王家音的理论，我还是接受过去长期咧讲的迄款理论。是。啊，我前敢那有一个，王家音。好，啊你咱今日到这。